这一轮五把枪里面是有子弹的，做一半。你给咱点一下，我点什么？我不是卧底。你说四个安全位置，对，你给分配一下，你分配，我们听你的，就你分配。我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个位置？我现在已经，而且我现在年龄最大，60多岁不容易。反正现在我刚才已经交了一身屎，落当金银心贼。那刚才没听我的呀？你看，现在，你说我现在站哪儿吧？你就站这吧。我就站这儿，就站这儿吧。那我能跟你换一个不？你看我鞋都脏了。阿姨让我选这儿。你这么埋汰了，没事儿。沙哥，我想选3号。为什么呢，刘冰姐？因为不想淋水，我觉得这个有，你选了也完蛋，我看出来。你真能看出来？你刚说你那个也有，结果你那个没有。我刚刚没看出来，这把看出来了。来，1号去，给你。真假的？哎，我要3把都没淋着，我是不是更解释不清了？花花，你先选。我听欧姐的，那你先选。哎，我选，你先选吧。我觉得他选什么，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安全的。我刚刚是5号吧？那我还站5号。要不要换？不换。哎，我就7号了，我就7号了。咱俩换吧，我站9号吧。你有问题？我站9号。我不要，我站9号。我站9号。我站9号。我没有选呢，我这是马国六，我也想站9号。我要9号，我先选的。不是我就觉得这一局孟子义不会被淋水。我这个安全吗？我觉得孟子义这一局我也不会，我也不会。那我不知道。如果我这局没有被淋水的话，就是你有问题。没有换了吧？换了，来了。好，持枪，准备。19开始，我不是卧底，我不是卧底，